对，刚才那个就没办法打的对局。不会考虑和女妖大剑留给巨杀吗？大剑留给巨杀，打不赢的还是打不赢啊？刺客我们打不赢，奥星我们打不赢。那扣装了以后，第五名都拿不到。有些局就是求扣少一点，有些局就是要拼吃，有些局就是狗烂的，有些局就是老八，聪明的人再打下一把。不同的局有不同的打法，上一把某有办法。对，上把我们拿的名次就蛮合理的。我刚好有抽到熬星，但装备已经不是了呀。待会我在想要不要转四楼。但我们待会的装备是鬼锁、开衣、正义，这样的熬星是不会有伤害的。勇气胜过坚实。所以这几把的法阵都少了一个叠加的技，叠加是真的玩不太了。法师之心，刺客之心，没有水滴。法师之心有逼波可以拿，但影色有必要筛吗？可乐阿姨还有办法走刺龙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带刺刺。但你八等走刺龙就是八个，就是四个一星龙嘛。我们刚刚那个土龙对子，到死也没抽到。八等走刺龙大概率也是没分，除非你是玩叠加十一的四龙。这个做事情，那我们已经把骰用掉了，但前面三个是真的选不了。玉龙又是最强的，胜率最高的银色海克斯，所以这个骰还算值得，只是后面可能会烂掉。空城很狠，那版本空城没几个真可以玩，卡尔玛、斯温。或者是七等去跟别人卷塞分，直之心是可以接受的。如果我们一开始有水滴的话，假设这个模仿是水滴，水滴生命腰带物防，那可以。拉库没什么用，这个狂人是假的。悟空有二的话再上这个。
但悟空得买。像这个至少有一点伤害，射手，然后一折。这把就是很舒服的前期，我没骰的话就是被打烂，没有星界，没有海贼，不是没有海贼，没有星界，没有办法打连胜。但有多玉龙转就差很多，前期没有减疗的人打玉龙很吃亏。节奏拉满，可以打连胜就打连胜了、啊，能打连胜的话是最好的，不能打连胜就只能七等去跟别人扳命，扳不赢就死了。不要上一把，我们是至少打节奏，到后面阵容不够强，但也是扣不太多分。泰坦，其实物防可能好一点，弓只有泰坦，物防还有那个什么 GA 跟泰坦。哇哦！你们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？没错。焚剑这边的节奏是最强的，但有必要拉这么高的节奏吗？这边扣装不扣装就是一个问题，我们就有火斗了。刚才那边拿物防可能好一点，因为我们需要两个物防。感谢亚塞鱼，三块弓没人要，大家该有弓的都有弓了。嗯。焚剑还是留着吧。泰坦跟嗜血两个核心的，这边只靠一个三法是打不赢的，有玉龙的威胁。等一下，主要的伤害是前排的打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Oh my god！把前二写上来我家，嗜血泰坦是吧？火斗准备好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能烧，来我家。Can be alone。 这家也行，反正这两家来我家，这家要四连胜了，他应该是第一把输了。谁来我家都是被端，算他走位好。他那个没有油影，被戳就被戳了。小牙签，有油影的话戳整队问题就可能有一点大，他没开油影的话无所谓。这种局这家就很爽，他撞到我是绝对赢不了的。但至少这家没有四连胜了，这家是同行，我们也是有三家预赛，这家是法政，这家也是法政，这家是斯文，这家连败在早晨玩。嗯。让我为您指路。八个，唤醒开不出来，开玉龙，虎烂了，哎，不过装备好烂。格斗，风暴暗灵。想的有点久，
风暴后面是没有用的，格斗还可以。没开到大奖，冒险的话也可以去转冒险。重组，三费二，那我这边是拿玉龙，两个三费二无所谓。他也靠过来了，感觉这个装备最合理的是四龙，五玉四龙，然后画塞粉，塞粉十奥玉索拉卡，然后龙女，龙女巴德奥星之类的。但这样节奏不能断，要玩那个那么贵的阵的话，怕被断节奏。前期打工挺厉害，玩法阵就是法阵里面的耳语喽。到后面有的话会比没有好，你要嘛有星火，要嘛有电刀，要嘛别人就不能开秘术，不然你玩四龙，别人开一个十奥玉四秘，你有可能会输。十奥玉巴德塞勒芬加瑞孔，直接摆四秘跟你打，你没电刀的话就会输。石像鬼板甲，这边往四龙是配装吗？十奥玉的装来不及了。哪些算节奏装？搏斗。搏斗电刀。谁家到底要不要来啊？凭什么你在烧啊？还给他赚一个十元，冰甲其实到后期也还行。自从赫克林的那个魔力减低以后，就不是那么必要了。赫克林要 A 两下，现在拿冰甲。之前冰甲大家很爱做，是因为第一个是水枪，第二个是因为赫克林拿那个 A 一下就可以放大。开风暴，下一个等级可以开，但这个等级朱女比较强。我现在有九个人口加两个雕像，全部人加143滴血。Giga Chat。
传统与变革齐头并进。有点想把这个给他，但要再嫖一只老鼠才行。老鼠现在给我整队帮助太大了。有火斗，应该打得很不行啊。一行，火斗感觉那个版本越来越重要了。没有火斗，后期打斯文直接输，应该都减掉了。没有打斯文直接输，打史奥玉塞芬直接输。我现在这个的优先级，我又觉得又大回来了。黑叔的话，适合黑叔的角色太后期了。适合黑叔的角色，龙女啊，杰西啊，前期没有什么适合的。玩冒险叠加一定要有冒险勋章吗？没有错误哦。别客气，有的是。但通常冒险叠加 AKA 抽不到好心。啊，稍等，上了这个，然后老鼠我送给他。你家老鼠感觉真的蛮重要的。老鼠进一张啊，不要霸占装备。谁吧，就是五玉龙。然后，因为我这个后面也可以不要，鱼龙塞粉，我这个就当没看到了，反正是也快掉了。这样拿电电转应该好一点。我那时候反正是想要走是要去塞粉。我家有那个电刀，攻速不太能让。就这样吧。悟空应该比卡玛强吧。上九瓶四龙，请问装备量开，让我电刀一盒就是往这边打吧。尤其这把进牌太顺，从第三轮和这个电刀开始就决定是这个打法了。有进十奥玉就是运气不错，尤其这把这么多人，这种班命哥去跟他抢，我们不如开四龙。所以其实石像鬼会这样合，也是因为到时候是土龙，第一个站前面是土龙，土龙龙女。凹心加一个石奥玉 ，Oh my god！Are we the god of TFT？ 小心伤害也够了，这些鸟枪换炮，
电刀 death。电刀会给好心吗？可以给，反正你到时候真的四龙组起来了，不太会缺伤害。这边哪一个奶妈最好？哪一个奶妈变成战斗奶妈？开大可以杀两个人。有大天使哦，心就不会没伤害了。只是开不开得出来的问题，开不开出来的问题就是看你前排硬不硬。你有二星屠龙，你没有精进，晚一点开招被法医到被吹风到了，但你前排死不掉，所以他终究还是会开招。这边拿偷偷吧，不过已经有一个偷偷了。雾暴、水滴、AP、反甲。拿一批吧，做个枪刀。后面会让了一个这个，但我不太想放塞分。这边 AP 先不给，有可能是圣光钟。哎，可惜。Cross， 电子那只奥星有机会赢，啊，不是电子那只索姆差一滴。我这边输应该也是开始该输了，但会小输。如果有进一只奶妈的话，真的就无敌了。太晚了，所以这把就不用金龙，精灵装不好。十奥玉秘术厉害吗 ？AD AP。死人 AP， 哎呀，石妖玉没吃到，哎呀，如影随形哎，这个人，至少开出来。可以输，但别输太多，输一只等于没输。这边该输了，但有熬心就可以少输一点。到最解析三，精进还行，龙牙。龙牙不是那么美，精进还不错。武斗转重塑一下，这还不错。没有用的转型不太多，剩下秘术转、冒险转稍微有用，没开到就算了。
对手。等下小雨偷偷拿下来，这个是泰拉的装，然后龙女拿偷偷，这个拿这个。防个刺客吧。这个火斗我们可以给别人。可以启动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有没有找到那个索拉卡跟泰拉？可以拿泰拉的最后一件装，活斗可以。但其实也不用，哦。直接拿好心了，杀人剑可以给小雨。电刀可以会给主 C 拿吗？因为装备是有限的。飞天使要必须敲烂那些水龙，没有刺客，但可以让它飞。打水龙对局可以让使要必须冲过去敲那个。有一个土龙，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没有土龙，这三件装拿的坐牢。应该是不会起心的，有一星土龙我们会很强。
不过好像可以用纳人，好像不用死吧，改用纳人好一点。刚不应该卖那个纳人。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。因为 BT 前面那个电刀不给的机会刚好没人可以拿，给他的话也无所谓。到了五十七你才有适合的装。在那个电刀前面省点血，而刺龙就是省点血，你质量大成就很强，质量不成你拿什么装都一样用。凡人之躯不堪一击，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。干嘛啦？应该是最不重要的角色，不过好像可以重新抓一个，我有个两大东西，刚该重新抓一个。帮不给吗？不给谁？然后那个老星应该可以抓一下。龙女，龙女不拿偷偷，等一下帮龙女拿装。然后前面巴德你的龙的梅日之前，这两个都是可以不合的，这两个都不重要。等下帮龙女拿个枪刀之类的。哦，这可以换索拉克。开一个。开一个变形。不用融出大决战。法爆啊！已经有电刀了，不拿心火。哇，骰得太好了，那就不换喽。这么想活下来，求生意志。还没有攀升。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。求生意志。这样他会过来吗？
但我还有两个 C 位。呼！嘘！无限比二变形好啊。二星的话可能吧，但龙女是第三个 C 位。四龙的话 ，AD C 位泰拉 ，AP C 位龙女加奥星，但通常的装不会那么多，所以电刀前面是可以给的。反正后面多的法装给龙女也一样。你有质量的四龙就很强，没质量不用外面等，有容错就会有质量。